大丫啊，大丫，你看四叔给你买啥了？书包。妈，我四叔给我买新书包。这回你高兴吗？你真好。大丫，嗯，好好念书，嗯，念出个样来，啊，嗯，嗯，吃饭吧。哎，齐哥，哎，我给一个中医打家具，那个落起了你这病。他给出了个方法，说是专治你这种喘病，我就抓了两副药，你先吃着试试吧。哎，吃吧。哎，七嫂，吃饭吧。啊、二丫，快吃吧、啊，把二丫、三丫找回来，天都快黑了。哎，七嫂。那救济粮下来没有？还没有。这钱拿去买粮食吧。哪来这么多的钱呢？这半个月我没闲着。这齐三荒子找你好几趟，说队里的牛丢了。我没偷牛啊！看你这脾气，你七哥也是为你好啊，不是怕你再摊上事儿吗？别人咋说咱不管，我跟你七哥还不知道你是啥人呢。有丢就有偷，那这么说是我朱四儿把生产队牛牵走了呗？行了，快吃饭吧，快吃吧，吃吧。姐，你放那儿吧，一会儿俺刷。哎呀，都多少天了，刷个碗还不行呢？哎，俺心里要是痛快呀，都能下地干活了。二满，啊，写啥呢？写信呢，好多酒来信说要跟俺处对象。你应了？那小子不是人。那你还给他写信？写着玩呗。你会写个啥呀？好多酒说了，不会写的字就画圈，他能看懂。不想跟人家处啊，就别零零扯扯的。姐，俺知道啊。歇会儿吧，不累。还要熬药呢？啊。我这次出门，在百货商店。看着你们女的穿的那背心儿了，就是要布票。这次出去咋就忘带布票了呢？别买那玩意儿，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哎，你退村的时候有人看见没？没注意。齐三荒子非来找你麻烦不可，他可得逼着你把牛交出来呀。那你的意思，我出去躲躲。别说走就走，苦了你了。在家住一宿吧，明儿一早走。
我一大早就到老姜家去了，可朱四早跑了。问老姜家吧，两口一口咬定，说不知道老四到哪儿去了。盗窃耕牛可是个重大犯罪，你们要抓紧时间破案。嗯。三哥，他能不能又躲到一面坡的小马架子里去了？没准儿，一会儿我派人到一面坡看着去。嗨，大白天的，他能等在那儿让你去抓他呀？要去，得夜里去。哎，高主任，嗯，这大满还病着，到我那儿去吧。我不早给你许愿了吗？你再来啊，给你换换口味，吃鱼，怎么样？我这就到水库去。咋的？今儿个就尝尝你们的鲜鱼。嗯，行吧。行，可别瞎了好会计的一片心呐。那我这就去。德顺，你装的破炸药，别让孩子在跟前玩，多危险呢！小妞，来，那边。哎，我说，你把咱家的大鹅一会儿杀了也炖上。我能不能上公社企业办，全靠高主任这句话了。今儿个我得给他打对乐呵去。我就看不上你这套，你就是去上了公社企业呀，也让乡亲们笑话你。笑话啥呀？我害谁了？我这叫利己不损人。我搭点功夫，搭点东西，你说我伤谁一根汗毛？啊，你还想去炸鱼啊？上次你就够悬的了。拉倒吧，你咋净说这不吉利的话？我跟你说，我就冲你这句话。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掰扯了，我也掰扯不过你。你还是快去吧，来回20多里地呢。赶趟了，我让梁子套了挂马车。德九说的对，我们老郝家人这脾气是有点怪。你说啥？说啥？用老二的话说，这就叫攀登。你攀个啥登啊？你还能上天呢？你赶快走吧，我就烦你狐狸的。老娘家家的，你懂啥呀你？林子，过来。好宝贝儿，哎呦，我可真想你呀、啊。走，消停点儿，林子。800年没见面呢，啊！行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好像知道我要回接你户似的。咋你要回去啊？那黑子咋办？我昨晚啊，偷偷的下了趟山，看见高胖子正领着公社的干部大吃二喝呢。谁知道他们在哪弄的狗？黑子命大。那他们？咋还不明白？就是说呀，公社对我们的基底户检查过关了，高胖子再也不能来了。哎，感觉这黑子捡了条命。黑子可真有福啊。我就是在这等着你呢，怕你看不着我着急，要不我早就回户里了。哎呀，俺紧赶慢赶的往山上跑，来给你报信儿。报信儿？今儿晚上俺姐夫要领一伙人到这抓朱木匠，可把俺吓坏了，碰上你咋办？可不，要不还不得把黑子给抓走啊？俺才不管什么黑子白子呢，俺是怕他们把你抓去，那帮人可野了。是吗？哎，看我给你带啥了。这是给黑子的，这是给你的。你拿酒干什么呀？我也不会喝。你住这儿，夜里凉，喝酒不作病。二妈，真好。反正这酒是俺姐夫的，是俺给偷出来的。我不会喝酒，但冲你这份情谊，我也得喝一杯。我是个穷光蛋，买不起好东西，但我得送给你一个好礼物。啥呀？
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仔细看看。呀，这是个啥呀？看不出来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两个人在亲嘴呢，死鬼没正经的。哎，你要不要就给我，这可是难得的艺术品。拿来。俺没说俺不要，就是要也不能摆出去，让人家看了笑话死俺。哎呦，我说德顺呢，这咋整的啊？啊！打仗呀！哎呦！德顺，德顺，你是咋的了？你咋弄成这个样子了，德顺啊？德顺，你是咋的了？哎，这事闹，这事闹的你。高主任啊，这是他自愿的，也不是咱们鼻子他去的。德顺。哎呀，你说你才把这都弄成这个样子，你说呀，这事哪能怪我呢？要不是我梁子，德顺早就死到半道上了。你骗人，骗人！我骗你干啥呀？哎，那么多水库，那么多人，要不然你问问德顺啊。哎，别提这个，赶快往屋里抬人吧。把门关上。德顺，抬腿要。哎，你抽远点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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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轻点，轻点。梁老啊，德顺出事那阵，你亲眼看见的？我哪看见了？当时啊，我正在坝上喂牲口呢，就听咣当的一声，我回头这么一看呢，德顺就躺在水库边上了。怎么，又炸鱼去了？啊，给公司干部炸鱼。用酒瓶子装炸药，哪有这没准头了？他肯定是把那玻璃瓶整秃了了，没甩出去吧？不知道，兴许啊是药碾子留得太短了。真悬呐，这患者崩眼睛上，要崩旁上不得崩死了吗？那可不要崩别人早就完了。那这都是你们干部不走正道的下场。你姐夫咋又要抓朱木匠呢？队里牛丢了，朱木匠又没在家，俺姐夫就疑心是他偷的，瞎说呗。你说不是他干的？啊，你这样瞧俺干啥？真的，俺不是替朱四说话，他不可能干那种事。给，这下可苦了梁子了。他是饲养员，队里还让他赔呢。只要牛没丢啊，我肯定帮他找回来。真的呀？我啥时候说过瞎话呀？啊？那你就行行好呗。那你得好好求求我。嗯，那我就求你了。大丫啊，快点洗澡。轻点，别吵醒你爹啊！哎呀，老天爷，你咋回来了？起走。你咋没走啊？起走。我走半道，我才想起来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哎，你呀，今天三皇子来两趟了，高胖子们都在咱沟里呢。来就来呗，我怕啥呀？我也没偷牛，我怎么……你还想劳动改造去呀？你不怕，我怕。那我走。我给孩子买了点果子，给你买了瓶罐头，给。让你先上苞米篓子躲着，一会儿我把饭给你送上去。这好吃，你尝尝。你吃吧，
想了想，俺也喝一口。不行，辣。辣也不怕，豁出去了。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不能喝就别喝呗。啊，不是陪你喝吗？季生。啊。俺看得出来，你心里不好受。有啥不好受的？你爹没了，俺呢？爹娘也没了。咱俩在一块儿。哎，二妈，二妈，二妈，今天咱俩在一起了，就喝个痛快吧。啊，喝个痛快。哎，中了中了，季嫂，我喝不了那些。多喝一点吧。嗯，这苞米篓子挺凉的。没事，不凉，我体格好。好喝。嗯，中。多喝一点。哎。再吃点菜。季嫂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也喝点吧。我喝啥？挺辣的。不辣，有点甜。你喝吧。中。七嫂，回屋吧，七哥还等着你呢。回屋不忙，你七哥刚吃了药睡下了。回去吧，他不能睡。每回你过北炕来，他都没睡。我从他喘气声里能听出来。总觉着好像有点对不起七哥，可我这心里又放不下你。我有啥让你放不下的？为了这个破家，看把你累的，一想起来心里就不好受。要不是因为穷，咱们也走不到一块儿来。七嫂，别想那些事儿。今天你的生日，你应该高兴。嗯。那我自己喝。你喝吧。嗯。朱四。嗯。老好在得事儿出事儿了。咋了？给高胖子炸鱼，把眼睛给崩坏了。真的。这往后，他家日子可咋过呀？黑子，别乱动啊！咋还没画完呢？你急啥呀？你以为这么快就画完了？还不太像。哎，你跟谁学的画画呀？跟我妈呗。小时候啊。我妈天天逼着我画画，都烦死了，天天的画呀画呀画的，结果到大了，不画还不行了。为啥呀？哎，别动。因为
画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在这里，你说待了一天干啥呀？多亏会画画。别动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当个画家。是吗？现在可不行了。咋不行了？没那个条件呗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城里去。画张画咋这么长时间呢？俺都累死了。一会儿就完了。哎，你慢慢活动活动。让俺看吧。没画完呢。让俺先看看嘛。生气了？你画的是俺，为啥不让俺看？看把你急的，不是没画好吗？给。像你不？画的真好。是吗？俺有这么好看吗？你可比他好看多了。净瞎说。二满，那天我给你画个大色的。真的呀？当然了。啊，那可太好了。哎呀，啊，西山一个弯月呀，月呀碰到一起来，抱作一团满月花，抱作一团满月花。东山月呀就是你，西山月呀就是他。一根长青藤，一条莲心蔓，藤藤蔓蔓终于拧到，终于拧到一疙瘩，哦，终于拧到一疙瘩。的情丝能织花，一对酒窝穿心语，眼睛说出无声的话，眼睛说着无声的话。世上恋人成双对，哎，幸福的一对是高大夫，你再给我整一阵止疼针吧。这刚打完针，药劲儿一会儿就上来了。你挺一挺啊。挺不住啊。德顺啊，你挺一挺。嗯。明天呢，还是到县医院去看看吧。德顺大哥呀，炸的可不轻啊。咱们大队呀，没有设备，药也不全。哎呀，这根本治不了。至于说，能不能落下残疾，现在还不好说。身上的伤呢，都不重，崩进去的玻璃碴子都拿出来了，关键呢是眼睛啊。那得咋治啊？明天呢就得到县医院呢找眼科医生去看看嘛。哎呦，这挺不了啊。哎呀，回来了吧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挺一挺。你咋还回来呢？我疼死我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咋还在家硬挺啊？赶紧给我哥整医院去啊。不行啊，这太晚了，就是到县医院呢也就没有医生，也都不在。是哥，你这是咋整的？别说了，
哥算完了。哎呀，哎，赶紧想个招啊！现在去不行，没有医生，只能明天去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完了吗？你别着急啊，咱们明天去，好不好？德顺，挺着点啊，哥。你别这样，你别上火呀，也别着急，急也没有用啊。是二满吗？二满回来了。二满，咋不进来呢？二满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手里拿的啥玩意儿？笑，你还知道笑呢？你姐都快急死了。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你赢哪儿去了？啊？哎呦，你喝酒了？哎，好好的，慢点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是在哪儿喝的你？哎，慢点。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你咋还能学喝酒呢你？啊？哎呀，快点睡觉吧。来，给俺。哎呀。把俺东西破坏了，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你在哪儿喝的？啊？来，真是跟你操碎心的。坐好，姐，姐给你拿来。你不知道，啥呀？鸡生啊，咱沟里谁比不上他？有文化，是心头也看得透，说话办事都实在。来，姐给你拿着啊。你呀，喝多了在这说胡话呢，着魔了。来，胡说，你胡说。快睡觉吧，有话呀明天姐跟你唠啊。二妈，回来了。啊。今天咋回这么晚？看德顺去了。我去干啥呀？他抓鱼也不是队里派去的。好的是那个小算盘，我早摸透了。他想拍我妹夫马屁，想到那社办企业当会计，哼，这队里一插手，他还不得赖工伤啊。你看你说的，咱们都一个村住着，平时你们还总在一块儿，这时候你不该去看看？这公事我还忙不开呢，我哪有闲工夫管他个人事儿？供了死了的，没看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。啥是正经事儿？你娘们家家懂得啥叫正事儿？就你懂。姐，俺那正事儿，你咋不管呢？哎，咱妹子是咋的了？没你的事儿。哎，哪来酒味儿？谁来了？俺找野汉子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你整天都不着家。
在外边没完没了的喝大酒。俺们姐俩就不行，在家喝两盅啊？哎，好好好好，这回往后啊，在家可有人陪我喝酒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哎呀，哎呦，德顺，忍着点啊。来，宝宝，今天七三花怎么没来？这个时候啊，都溜了。那个郝德九怎么回来看一眼也走了呢？他有班啊，说是怕耽误学生上课。嗨，人到了这个时候啊，谁也指不上啊。别那么说呀，这出了事儿以后，我多亏了梁子兄弟嘛。我就这么卖力气，帮帮，还差点把我吃了，好像我有意要害死。梁子，你还记着那件事儿啊？当时啊，我看见德顺躺在车上，那不是把我急的吗？这件事儿啊，你可别记在心上啊。跟你说说话。啥事儿都那么严重，可是我完了。不管咋说呀，我这也是为了招待公社干部赵医生，那也算半拉工伤啊。我齐队长不该不搁这来呀。我这不是我还毒死呢。芳芳，齐队长给带多少钱？别提了，拿啥钱呢？你说这炸胆儿不好，眼睛瞎，今后这日子咋过呀？